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贤首品，大用无方第八段啊，大用无方第八段，明毛光照仪三昧门啊。今天我们从第十六个小段呢看起，慧眼光。慧眼光，这是六度里面的般若度啊。所谓光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氛围、气氛啊，外国人讲的磁场啊。在这个磁场里面，你感觉到有智慧。有禅定啊，有忍辱啊，在这个气氛里头有这种感触啊。那么感触呢，一定跟自己的根性有关系啊。过去生中或者在现前曾经学过般若，曾经修过忍辱，这种感触啊，它就很明显啊。其实在佛菩萨气氛当中，那个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略举了四十多种啊，四十多种是举例啊，不是完全说的，完全说的那说不尽啊。这个意思呢，我们要懂得啊。那今天我们讲这个般若的气氛啊。经文呢一共有三首偈啊，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啊。右方光明明慧眼，此光觉悟愚迷者，令其阵地结缘起，助根智慧习通达。若能阵地结缘起，助根智慧习通达了，则得日灯三昧法，智慧光明成佛果。过才啊，即己皆能舍啊，为菩提故求正法，闻以专情为众说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在这一段里面啊，就是六度这一段啊，我们看到啊，每一段呢都是两首八句颂啊，其中唯有忍辱有三首，有十二句。现在看到最后般若呢，也是三首十二句。清凉大师在注子里面不多，我们把它念一念啊。第五六度，这第五是第五个小单元啊，一共有六种光啊，有六种光，就是六度光啊。六度光中啊，戒因中云法大行者，为法二乘心啊，则破境界。大行善道啊，不在人天啊。这个大行是菩萨，所以超过了人天了啊。这是讲这个持戒的啊，我们前面念过啊，下面是勤策万恨，
啊，这是精进，精进波罗蜜啊，慧为上首啊，这就是我们刚才念的这个般若啊，慧眼光各加一起啊，所以通通都是两首偈，精进三首，这个般若三首啊，这个是是非常重要的两段啊，一个是情慈万恨啊，那么般若是行门里面最重要的啊，称之为上首啊。般若是梵语啊，也就是古印度话音译过来的啊，从梵语音译过来的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一般翻成智慧啊，印度人称般若，中国人称智慧。为什么不直接用智慧来翻呢？啊，这在翻经啊，翻经原则里面有一条叫无不翻，啊，五种状况它符合一条就不翻。般若是尊重不翻啊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不能翻啊，是尊重。那么它是这个佛门教学修行啊，非常尊重的一个课程啊，一个科目啊，可以说它是一个科目啊。一般讲呢有三种，一种叫实相，一种叫观照啊，一种叫文字啊，我们在这堂课呢都能够学得到的啊。在华严经里面有讲两种般若，三种般若啊。两种般若呢，第一种叫共般若啊。什么叫共呢？天台教里头通教啊，共般若，天台宗的通教。天台宗讲四教啊，藏教、通教、别教、圆教啊。通是通前通后啊，通前面呢是藏教，通后面呢是别教跟圆教啊。所以通声闻啊，声闻缘觉菩萨啊，这个声闻缘，声闻是阿罗汉，缘觉是辟支佛，菩是菩萨啊，那么这个叫三乘啊，所以它通三乘说之啊，称之为通教啊。那么三乘共修正知啊，共修也共证，所以称它叫共般若啊。这个地方要注意的，它是佛法，它不是世间法啊。为什么呢？藏教就不是世间法了，藏教是小乘啊，声闻乘啊。第二个叫不共般若啊，这个般若是智慧，智慧有浅深大小的差别啊。不共啊，
天台宗别教原教说的，别教原觉原教都是属于大乘，他不是小乘啊。小乘人呢决定没有这么高这么大的智慧啊，所以说唯对于别原之二菩萨所知啊，是别教菩萨跟原教菩萨啊，不共于深渊之二中啊，声闻缘觉没有，所以叫做不共不入啊。那么这是两种啊，这个二般若的说法，这佛门里面的。另外呢又有两种说法啊，第一种叫世间般若，第二种叫除世间般若啊。世间般若这有个简单的说明，未行极尽真实之般若啊，这未行他没有极尽真实的般若智慧啊，他有什么呢？常行有见有相之般若啊，我们也称他智慧啊，这是六道众生他所居住的智慧。用我们学习华严经呢，这个这么长一段时期了啊，我们学了3000多个小时了啊，对于世法佛法我们有很清楚的概念啊，那就是你学智慧。你譬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他19岁离开家庭呢出去求学啊，那么他的老师是当时宗教里面的大德啊，学术界里面的专家学者，那是他的老师啊。他学了12年，等于说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全都学会了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世间般若。为什么他没有极尽法？这个极尽是大定的，我们前面在禅定里面啊，这个里面所说的极净光里面所讲的极净光，我们讲的很多啊。这个禅定有世间禅定，有出世间禅定，有出世间上上禅定。极净光啊，是出世间上上禅定啊，他没有这个智慧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。世间的禅定啊，四禅八定，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，在定中呢，他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控制住，不起作用，这叫福烦恼，烦恼没断啊，这个叫世间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12年所学的是世间般若啊，那出世间般若呢？于其中心如虚空，平等极尽而立诸名相也啊，那这就是出世间了啊。这个里头最重要的，心如虚空啊，平等极灭。你看看，跟前面极净光里面我们所学习的啊，出世间上上禅定相应吗？
那个智慧是真实的啊，那个不是假的啊，所以叫除世间般若。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，智慧是一切众生都希望得到的。佛在华严经上讲得很好啊，啊，真实智慧不在外面啊，你看看出现品里面讲的多好，这是我们要牢牢记住啊，不能忘掉的啊，时时刻刻也想到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都不在外头啊，啊，经上讲的如来就是讲的自信啊，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信啊，本自具足啊，具足什么呢？具足如来智慧德相。世尊所说的六祖真的了，不但六祖真的了，六祖所教导的这些学生有43个人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的，那么这四十三个人都证得啊，证得他们跟六祖的境界，跟释迦牟尼佛的境界完全平等，除世间般若啊，这个般若是人人都有的啊，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证得呢？啊，佛说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，这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因为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，所以般若就不见了啊，智慧就没有了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在，你学事出世间一切法好像有一点智慧了啊，这个智慧也承认的叫世间般若啊，那么这三种烦恼啊，注意要晓得，妄想就是无明烦恼，分别叫尘沙烦恼，执着叫见思烦恼啊，这大乘经教里面常讲的啊，佛讲的很详细啊。如果你能够放下执着与事出世间一切法啊，我们讲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万物不再执着了，执着真的断掉了，那就恭喜你啊，你出了六道轮回了啊，执着是六道轮回的因，只要不执着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，这时候是什么境界呢？声闻阿罗汉的境界了，就是说你证得阿罗汉了啊，这个时候你的般若就不是世间般若，除世间般若啊，那么这个世间是指什么？六道轮回是世间，你超越六道了，所以叫除世间呐。啊，那个禅定的时候，禅定的功夫啊，就是你
破除啊，就是说放下啊，破除见思烦恼，放下了一切执着啊，这个功夫叫除世间禅定啊，功夫啊称为除世间禅定。再要进一步，能够把分别也放下了，妄想也放下了，那就是处世间上上禅定啊。智慧呢，也是处世间上上的般若了啊，十法界没有了啊。所以你就晓得十法界怎么形成的，妄想分别形成十法界啊，执着呢形成了六道轮回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所以你要想破六道轮回，破十法界，你说难不难呢？不难呐，放下就是啊。啊，六道里面众生，从色界天人到地狱众生，平等平等，谁能放下，谁就能证得。啊，那么在一般经教里面讲，地狱众生做不到。无色界天人做不到。啊，地狱众生是什么原因做不到呢？烦恼习气太重，他放不下。啊，无色界天人呢，所知障重，自以为是，所以他也放不下。啊，一个是烦恼障重，啊，地狱众生是烦恼障重，色界天人是所知障重，这两种障重的众生，没法子啊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度众生是在哪里呢？恶鬼道以上，色界天以下，这些众生行，比较容易觉悟啊，也就是说他听话啊，他能接受啊，地狱不能接受啊，他不相信，无色界天他也不接受，他自以为是啊，所以这个是跟佛没有缘啊。这佛经里面讲八难之一啊，啊，而在这一阶段当中呢，是最容易觉悟的，成就最多的人道。人道是苦乐参半呐，所以比较起来是容易觉悟啊，道理在此地。所以菩萨示现成佛一定在人间，没有听说在天上的，也没有听说在恶鬼出生的啊。恶鬼出生里头有菩萨化身，没有佛应是啊。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啊，然后才知道佛在经上常讲的人生难得了，佛法难闻啊，你就能体会，体会到之后你才能珍重这一生，这一生好不容易得人生又遇到佛法啊，得人生遇到佛法呢，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有机会脱离六道轮回，有机会呀脱离十法界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这一生当中有机缘成佛，你愿不愿意干啊？你要愿意干的时候啊，
真能成就啊，不是不能成就啊。啊，那么自信里面本来有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行，无量的才艺，无量的福报，都不是外头求的，自信里头本来有的。啊，你看看佛在净土经里面给我们介绍的极乐世界，华严经里面跟我们介绍的华藏世界，这是自信里面现出来的。啊，不是人工去建筑的，自信里面现的。所以佛法叫内学，它不向外。啊，向内去求啊！啊，连福报都向内求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智慧、德能、才艺，全是向内求，外面没有。啊，这就是经上常讲的：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你只向心里面求的时候，没有求不到的；你向外面求的时候，不容易求到。啊，那就错了。凡是向心外去求，在佛门里有个名词叫外道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外道不是骂人的，外道不是说其他宗教的。啊，你要这么解释，那就误会了，那就错了。啊，外道是指心外求法，不知道向内求而向外求，这就错了。啊，向内求要用什么功夫呢？那佛家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，门就门道很多啊。啊，八万四千真的有这么多啊？佛真的给我们说出八万四千条，实际上呢不止。你看四弘日誓愿里面不讲八万四千，讲法门无量誓愿学，那个无量啊，那就超过八万四千了，真的是无量啊。八万四千是释迦牟尼佛把无量法门归纳起来啊，跟我们讲八万四千啊，总有个数字了嘛，啊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所以八万四千是佛的方便数，无量呢是佛的真实数，跟你讲真的是无量。那这么多的门道，你要知道总的目标、总的方向、总的原则只有一个啊，总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求智慧，自信本有的智慧。啊，目标就是希望这个，这个东西能现前。总的方法呢是禅定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啊，离开禅定啊，就不是佛法了。啊，决定不是说只有禅宗才是修禅。在佛门无论哪个宗派通通修禅，方法不一样。啊，禅是什么？前面一小段我们学过啊，禅是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啊，就是金刚经上释迦牟尼佛教须菩提尊者的两句话：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这就是这样。啊，我们眼见色，耳闻声，啊，六根对外面六种境界，不受外面境界干扰，不受外面境界影响，这叫禅。
啊，内里面呢，不起贪嗔痴慢，不生七情五欲，那叫定。禅定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自性里头没有一样不具足啊。啊，只要你得定，慧就开了。啊，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，通通现前。你对整个宇宙一切万物怎么来的，怎么会有的，你全都通达明了，这叫智慧啊。啊，你怎么样学，这千万年来世间许许多多科学家、哲学家、宗教家都在那里探讨，一直到现在都说不清楚，都说不明白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他没有学定。啊，他还是用的心一时，用心，我们讲现在用头脑在研究，啊，用科学仪器在观察，这个不行，这你决定求不到。虽然得不到真相啊，今天科学的成就啊也相当可观，我们确实也很佩服，啊，但是真相呢还是各一层。啊，我常常感叹呢，科学家没学佛，他也学佛了，问题真的解决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学佛跟不学佛差别呢？就是学佛的人不用去思维，不学佛的人他用脑在思考，这个不行。啊，不用思考啊，这就能现前。所以佛法讲到最后那个原则叫什么呢？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不是一句搪塞的话啊，好像搞不清楚，哎，这个不可思议吧，不是的，这话是真话，就是你不能用思考，你不能用言说，你用言说说不出来，你用思考你就隔着一层，你永远见不到真相啊！不用思考，不用言说，马上就见到了，不可思议是这个意思啊！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甚深禅定啊，就是出世间上上禅是用这个方法去证得的。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毛病发生在哪里呢？就是用思考啊！你看我们用研究经教要用思考，思考是第六意识，执着是莫那识啊，记忆是阿赖耶识，这怎么能得到真相呢？啊，大乘教里面叫人立心一时，叫参呢，它不叫研究啊。世间人家研究，研究是用的心一时啊，不立心一时研究。佛法叫参究啊，参究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用心一时。不用阿赖耶，不用记忆，不用莫那呢，不用执着，不用意识呢，就不用分别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无分别无执着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
事实真相就摆在你面前了，你就完全通达明了了。这个境界就恭喜你，你成佛了。啊，这种原理原则，大乘教里头处处都是啊。啊，佛真是慈悲呀，真是慷慨大方啊，没有一丝毫隐瞒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和盘托出，全部都展示出来了，没有丝毫隐藏。为什么？佛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现在还是佛啊，可惜你呢没有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放下就是啊，可惜你没放下了啊，这个东西放下一分得一分利益，放下两分得两分利益，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放下，慢慢学 啊一分一点一滴地放啊，放得越多你心里面就有很明显的感触，感触到什么呢？烦恼少了，智慧长了啊！从前看东西看不很清楚，现在看得很明白，从前听得模糊，现在听得清楚你会有这个感触啊！烦恼轻，智慧长啊，这个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，说实实在在的，我跟他老人家三年。啊，我问他看破放下从哪里下手，他就说布施，我就去学布施，学了三年。对于看破放下真正的利益完全不知道啊，他老人家圆寂了，隔了一年我认识李老师啊，跟着李老师学佛啊，李老师教我啊，三个条件能不能接受，能接受他说我收你这个学生，不能接受呢你另请高明，我这里不收你啊。三个条件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从今天起你今天来拜我做老师，从今天起我在他那时候住在慈光图书馆，我在图书馆连设讲经，你可以听，除听我讲经之外，所有一切法师是居士大德讲经一律不准听，只听他一个人的，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从今天起你看书看文字，不管是世间的书籍是佛教的经典，没有经过我同意不准看，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，提出这么个条件的。第三个条件呢，你过去跟张家大师学的，跟方东美先生学的，我一概不承认，敬我们从今天起从头学起，提出这么三个条件。我考虑了五分钟，下定决心接受了啊，所以到以后我们再晓得李老师用这种条件限制人，他在台中38年只对我一个，
其他的人没有限制啊。啊，对我提出这三点要求啊，我接受了。你看看，不能听了，什么人不能听了？只能听他一个人。什么书都不能看了，要看什么书先拿个老师看看，可不可以看？不可以看，不能看。啊，这就是眼睛把你关闭了，耳朵关闭了，哎，有效果。三个月就是，实在讲，常家大师叫我放下了，这真的放下了，不看不就放下了吗？不听不就放下了吗？啊，三个月效果出来什么？哎，头脑清醒了，啊，就是烦恼少了，心渐渐定下来了，智慧开了，啊，看东西听东西能懂得里头意思，啊，晓得老师这个方法有道理，到六个月就很明显了。啊，老师给我限制的时间是五年。啊，不是叫你永远，是五年。啊，自古以来，啊，世事相传的是叫五年学戒。这个戒不是佛的戒，老师的戒，三条，五年。五年之后你心定了，智慧开了，什么都能看，什么都能学，什么人讲东西都可以听。为什么呢？你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，是这么个道理啊！啊，可是我学到第五年，我跟老师讲，这方法很好，对我很有效果。我再加五年，老师笑起来了。啊，我守他这个方法十年，这叫扎根的教育。这个真正叫啊修戒定慧也，啊，心得清净，啊，智慧增长，啊，可是用这种方法了，大概古人相传着到我这就为止了，啊，再画了个指号了，以后没有了，啊，谁能接受？那么现在也没有人提出这个条件，提出条件没人学，啊，掉头就走了，啊，不服你了，啊，所以这个要明了。但是这个方法好，啊，这是古大德代代相传，我们自己懂得了，自己用这个方法来学就行了。那没人教啊，没人教不要紧，我们学一家之言。这一家呢，要注意到学古人。为什么？古人有修有证啊，所以李老师非常谦虚啊。他教我的时候，他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。啊，还不到五年，他就介绍老师给我，介绍谁呢？他的老师，印光大师。啊，把印光大师的文钞送给我，以印光大师为师。啊，这样我们就变成同学了。啊，印光大师已经不在了，读文章，四书古人，这个道理我懂。啊，在早年，孟子就是四书孔子的。啊，孟子到求学的时代，孔子不在世了，过世了。啊，他学什么？他专学孔子，就学一家。啊，有不明了的地方。就问孔子的学生，啊，
孟子那个时代，孔子的学生不少，都还在世。啊，向孔子学生请教，他学的成就超过孔子的学生。啊，所以今天称儒家称孔孟。啊，不成其他的人，有道理啊。他很像孔子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学古人，他不在世了嘛，就成为古人。啊，学古人而成孔的。啊，我在这么多年，啊，讲经教学当中，我把净土宗劝导我们的同学，啊，我没有称大家是学生，我一生不敢称，我只称我们同学，啊，决定不敢以老师身份呢来出现，为什么呢？做不到。啊，只是我年岁长一点，我学的比你们早一点。啊，作为学长来帮助大家。啊，不敢称老师啊。啊，那我推荐的老师是什么人呢？啊，推荐老师是无量寿佛。啊，无量寿佛在哪里呢？大乘无量寿经啊，印光的这个李老师推荐我的是印光大师，印光大师文超啊，我推荐大家的是大乘无量寿经，我们以无量寿佛为老师，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，我们的老师是阿弥陀佛啊，我们都是同学啊。啊，这种心态在一起学习，你说多么快乐！啊，一本经，一句佛号，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，哪一个不能成就呢？啊，那《华严经》是什么？《华严经》是无量寿经的注解，你要真正了解无量寿经，你就读这个注解啊！你看，在乾隆时代，这距离我们也将近300年了啊！乾隆时代有一位大德，在家居士啊，彭继清居士，这个人是通家了，儒释道都通啊！啊，今天讲的是学者啊，啊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，他一生专攻，而且非常有成就。他说，《无量寿经》就是中本华严。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他把这三部经看成一本，是一部经，内容没两样，只是说得简单，说得详细，说得透彻。啊，阿弥陀经讲得简单，无量寿经讲得详细，华严经讲得透彻，一节十三，三节十一。啊，所以我跟这个净宗同学说，啊，你要真的把净土宗的五经一论讲明白、讲清楚，那你一定要学华严。啊，你在华严上的时候，你能够有体会呀，那五经一论你就会讲透了。
啊，你真的通达明了了啊，你将来弘扬经宗啊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，就是般若智慧现前了啊，念佛三昧现前了啊，又何况华严经到最后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所以彭吉清的话没错，讲得很正确啊，我们可以肯定彭吉清依华严写了一本书叫华严念佛三昧论，啊，这一篇论文呢不长啊，分量不多，我们近代北京黄念祖老居士有讲记啊，他把这个华严念佛三昧论呢讲过一遍，讲得很好啊，这个讲记老居士在的时候送我一本，那个时候我在台湾，我也把它翻译了啊，讲得很好啊，对于晋宗同学有很大的帮助啊，那无量寿经他的注解也注得好啊，无量寿经我讲过十一遍，前面几遍我没有看过他的注解，以后他把他的注解是在美国，他访问美国的时候我们才遇到的，才认识的啊，他把注解送给我啊，以后几次讲华严经我都用他的注解啊作为学习的参考啊，这是他一生对于晋宗啊最大的贡献啊，我们要感激这位老人。那么世间般若跟这个出世间般若我们明白了啊，那么华严经上还有一个讲法是三般若，我们前面提过了啊，三般若这是常说的啊，这个 名词在佛法里面呢是属于常识啊，都应该要懂得的。第一个是实相般若啊，实相是什么呢？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般若是智慧，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，彻底通达明了了，这个样的智慧就叫做般若智慧啊，叫实相般若。所以这个华严三般若里头说，般若者圆常之大觉也，圆是圆满，常是永恒没有间断的，大觉，大觉是如来佛的地位也，一觉有三德啊，一觉一切觉，那一迷呢就一切迷，一迷也有三德，哪三德呢？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一迷就是凡夫啊啊，一觉里面呢
就有三德，这个三德就是实相、观照、方便。那么第一个实相般若，为般若之离体啊，本来为众生所具啊，就是具有的立一切虚妄之相，般若之实性也，是为所证之离体。实相它的对面就是虚妄，那么换句话是实相决定不是虚妄啊，这是真实的。那佛给我们讲这个世界啊，事出世界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决定没有真实。啊，宇宙之间到我们现前的人生真相是什么啊，我讲实相真相是什么，佛在般若经上跟我们说，一切法，这个一切法是世间出世间统统包括在里头啊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世尊讲般若的这一个系列啊，这一个大单元的课程讲了22年了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呢49年教学。